的还要回下锅啊，调调味儿，调调味儿。大锅煮熟了之后，然后切完之后凉了，再放锅里一锅。哦，好的。里面都炒了，这几个一晃就开始变成那个。这几个大哥也是要的小炒菜，要的羊汤，喝着42度的瓜干酒。老哥，你是从哪过来的？我们一块儿。从哪过来的？市里。哦哦哦，这个酒喝着口感怎么样呀？来，好，我经常喝这个。哎，经常喝这个酒。这几个兄弟也是要着小炒菜，要着地瓜干酒。兄弟，你是从哪过来的？临沂蓝山。这个酒喝着口感怎么样呀？口感挺好。甘甜如面，不辣嗓子，不上头，喝的很好，很好。哦，你慢慢吃啊。啊，要了个羊汤。羊汤，你看啊。嗯、哦。美女今年多大岁数啊？你看我像多大？保密。不保密，快40了，30多了。哇，你可真不像。属马的。真不像，真不像。天天赶集，老得快。天天赶集，老得快，风吹日晒的是吧？对。哇，出锅了，满满这么一大碗，好家伙，冒尖了。哦，对，谢谢。我给你端过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的吧。好了，慢点哈。好的。啊，这边大哥也是要了几个小炒菜，要了个瓜干酒。兄弟是从哪过来的？蓝山区。这酒喝的怎么样呀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口感怎么样？口感还行。还行。甜点好喝。哦，甜丝的。哎呀。小炒菜太漂亮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甜丝儿的羊杂汤，羊杂汤呀，满满这么一大碗，你才花多少钱？这小勺都不得劲儿，扔一边，十块的，50块钱也没得，20块钱，那么便宜啊？这一大碗啊，这哪是羊杂呀，还是羊肉呢，行吗？冒尖的一大碗，这美女长得太漂亮了，羊肉也倍儿鲜。我们得喝个小酒。哎，这小酒花真好。哎，口感怎么样？这小酒？酒质清冽，入口良香浓郁，不错，确实不赖，挺平和的。那么一咂摸滋味，甜丝的，回口有股第二杆的清香味，挺好。哎，照你这说真好呀！那算了，这筷子，看一下，热了，42度地瓜干。兄弟，一下买了两箱。哎，给你买了两箱。你这是喝着好喝，带回家呗？带回家的。你是从哪来的？我从徐州来的。这酒喝着怎么样呀？口感好得很。哦，我看看啊。这款酒来不了海东大集的好大哥啊！我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左下角了，一杯一人一箱，一箱4坛，还包邮到家，还送4个账箱回来。